原籍拦下可疑车辆要对驾驶进行酒测，确保深夜行车安全。酒驾新法去年3月上路，加重处分，更新增了这一项。酒驾累犯名单照片不马赛克，姓名也不遮蔽，其中在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10号公告的名单就多达34名。台北市罚锾最高的包含余秉成、林世南、施顺文，第二次酒驾拒测各处罚锾36万元，其中余秉成、林世南罚锾逾期还没去缴，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。另外次数最多的就是他许家坎，累犯第三次同样罚锾未缴，移送强制执行，驾照也已经注销在案。一程度不同而吊扣或吊销的处罚，如果在驾驶其他车辆上路又遭查获酒驾的话，当下驾驶的车辆也会再继续被吊扣。而新北市裁决处则公告了46人，累犯两次以上的就有42人，拒测累犯的则有4人，移送强制执行金额总计高达151万5千元。其中最夸张的就是他梁明峰，有着4次累犯记录，被禁止考领驾照，累计16年，移送强制执行金额更累计152万元，让民众有警醒。那也是在呼吁驾驶人酒后就不要驾车上路，拒绝酒测也是会有扣车的处罚，所以请大家不要心存侥幸。现行法规只要有酒驾违规行为，就要吊扣违规车辆牌照2年，如果致人重伤或死亡，则得依规定没入车辆。另外同车者年满18岁以上，也要连坐罚，最高处15000元罚锾。酒后贪图一时方便，照样骑车开车，只会害人害己。今天我们从凌晨点采访报道。